大家好，我们是澎湖海事轮机科，我们的作品是随波式水梯。接下来是我们的影片介绍。如同刚刚影片看到的，临港人员在上下船时所遇到的危险，于垂直船舶上攀爬绳梯，不仅不好施力，也不好踩踏。这是我们的作品。我们运用了类似平行机构的原理，将原理加入到舷梯中。不管当时海面上处于何种状态，都能加以克服。临港人员由小艇再送来时，会先到浮动平台，再到梯子上。不管风浪再大，也不会影响到人员上下楼梯。这是我们的示意图，这是低水位，这是高水位。在水位高低不同的时候，舷梯会跟着变化，而且跳板都是平行的，所以对攀爬的人员来说都是非常平稳的。不仅可以保护到人员的安全，又可以在风浪不好的时候达到快速上下船的目的。以上就是我们的作品介绍，谢谢大家。